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主题学院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阴宅风水中级班第七课的内容。第七课的内容非常重要，讲阴宅风水最重要的点穴。在风水界里面呢，它有一句话叫做“三年寻龙，十年点穴”，也就是说，点穴要花十年的时间，要花时间很长，这个是告诉你啊，点穴是比较难的事情，并不是说啊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点到穴、啊，并不是那样，告诉你啊，点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寻龙的方法呢，基本上家都差不多。寻龙的方法，寻龙、观龙、查龙。每个方法每个门派都差不多，但点穴的方法每个师傅他都有他自己的好，大多他自己点穴的方法每个师傅都有他自己的。前几天呢，我也是在去修炼，国庆期间修炼的啊，国庆期间去修炼的，其中呢有一个地方我看了一下，因为那地方刚好是有一个会所，一些高级的会所，那生意绝对是不好。我看了风水之后，我就说这个风水就不好，不好。为什么有钱人过来，生意不怎么样？因为他国庆的时候他就有点，就是屁人的。他那个地方的话，点的穴位不对，点的穴位。我等一下我讲一个案例给你。看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 ？OK， 它是一个会所在这里，这是正门，这是后门，啊，大概是这样的，再见。那么呢，这边的话呢，是个很大的湖泊，很大的湖，在北边，在北边，很大的一个湖泊。这里呢有连绵不断的高山，啊，就在东边喽。这里呢有一些啊。高山，这里有在西边还有一些啊，等一下我拍了照片啊，那很自然的门口就排在南边，门口就排在南边，很自然的门口。认真看一看，这里有什么问题？认真看这里有什么问题？他点的这个穴位有点不对，点的穴位点不对。比如说你他点穴的时候，第一个与悬空啊，与悬空的方法。以悬空的方法来看，悬空的方法是最忌讳的，靠山有水。一般悬空穴的话，它要门外面门前有水，当然它做的时候是做了门前有水，这个是做了门前，哎，门前有个大的水池，那大的水池也做的不对。做的不对，他那里写了六道轮回的一个灯阵，做了个六道轮回的六道轮回，
你们学过佛教的话，你们知道六道轮回是代表哪六道？比如说好的，一个是人道、天道、阿修罗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谁知道的六道轮回是哪六道？哎，赶紧说一下，六道轮回是哪六道？好的是人道、天道、阿修罗道，坏的呢，是不是鬼道、恶鬼道和畜生道？这六道啊，不懂他摆布，他做了个六道轮回的这个，在这里有个损失，做了个六道轮回的一个更正，刚好呢，他把畜生道这一块放这里，对准他，畜生道。如果你要做六道轮回的东西，应该是把天道或者说把人道对准。大门口是，你把天道对准大门口，那都是大人物过来。结果，如果你把人道搞过来的话，也很好，啊，代表有很多人过来。但是把畜生道放，这也是一个风水的败笔，一个败笔，这也是一个风水的一个败笔。这些风水的另外的话，从玄空的角度上来看，一般门口也有水，靠山是不能够有水，而且他这样一做的是没有靠山。说的点穴就是这样啊，你得好好的琢磨一下。我点这里，四象是否有没有靠山？有没有？后面有？前面朱雀反开，后面有没有靠山？前面朱雀，左边右边有没有青龙？而且你要点穴，除了看这个四象，点穴一定要后面有靠山，前面要看得开，左边要高一点，右边要低一点。哎，右边高一点，左边。第一点问题其实是不大的，比如说你右边如果是一般都是左边要高要长，右边的话要矮要短，基本是这样的。看到我的手，看到我的手，一般是这样的一个看对。但如果你是高点的话，其实问题也不大，但一定要青龙要，青龙一定要长。相对来讲，如果白虎高了，那青龙去啊，那青龙比较长。如果白虎又高又长，又高又长，这也不是。这是第一个看四象的，你点穴你必须得，哪怕你是平原地区也是一样，你望远一点，看远一点，也是这么来比较。你可以通过一些建筑。平原地区，通过一些建筑啊，通过一些小的山岗、小的山坡啊，也必须，这是理论，比这种理论是，还有一种理论，要找到，第二种说你快速点穴啊，其实有啊，又到轮回。其实他这个点穴啊，他点的不太对，什么地方都不对，很地方点的都不对，他点的都不对，很麻烦，很危险，很麻烦，很危险，往往点的不对，都不对的。记得刚才讲的是，你看第一个，他这个的话，前面是开阔的，但后面靠山。而且总体来讲呢，他这才是正，证明他这里没靠山，前面又不开阔，得反过来了，前面这里也有一些山，他得反过来。接下来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，
用这个杀水的理论，你是可以快速的会点到一个。比如说这块地啊，比如说这块地，一般呢，东南方要有山，东边要有山，西南北边要有山，那这些就可以是水，这些挂面用沙水的理论，你也可以快速的，这都是不存在的。很多时候他不会跟你讲，他就靠这点东西来养家糊口，讲给你听就没有，那他就没有。所以说，你说我们跟着徐老师学的话，也能学到很多东西。你看今天才多少人过来学习，哎呦，伤心，都不重视这个课。其实往往很多时候，你阴宅的理论过，阴宅的理论你能够。学会阳宅找房屋很容易找，很多人呢就是把阳宅老是把里面挑一个财位啊，避免这种病位衰位啊，把重点放在里面了。其实不管阳宅风水也好，阴宅风水也好，阳宅风水它都要讲究外部的理论，有外部好了，里面才好才有，你外部。里面好，其实也最多是平安，是不可能富贵的。只有外部有好的，里面有好，才是大富大贵的。你看他现在的一个做法，北边要沙，是不是什么水就用，是不是？南边呢？南边要水，其实这个是沙，又啊，沙就是山峰啊。东边是沙，西边呢又是山，又说点就没点错啊，应该点哪里？应该点在这，应该把这个会所。到这里，这个会所这样呢，就是对，把门口开在这里，这里开个后门，明白了吧？你把它开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发现东边是不是沙了？是不是沙？北边这里也是有沙的。对，然后这里西北边是不是水啊？西北就是水，西边也是水，西南边这里又有山，就又是山，是不是？又是山，南边呢就差一些，这边呢，东南边是不是又是山？这样的话就很好，那最起码要点到这里来才对。也是一样的理论，你站在点穴也是，刚才讲了两套理论，第一套四象一定要配合，一定要靠山，前面要开阔，青龙白虎要将，要这样。啊，或者说是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那就用短，前面的开口，用来再配合这个洒水的，你们有空去到很多寺庙道观，都不去看，第一个是符合四象的，第二个是。这个是沙水，
所以说你看你弟这么亏损，做的这么失败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建议做不了。点到这里，而且你在去到现场看的时候，这一块地啊，这个山坡啊，树木是最茂盛的。然后给你们看照片，学这个阴宅风水，要多练眼睛，多练眼睛，多用眼睛，靠。又老师教的，要多看照片就会。理论千万别太高深，我跟你讲啊，风水啊这东西，你很容易误入歧途的。你们看这个，你们认真看看这个，你看这就是北边呐、啊。北边的水啊，这北边的水，啊，北边的水，啊，北边，哦，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，西南边，南边。看哦，是不是？这边是青龙，这边是白虎，青龙是高一点，白虎是矮。啊，你看在这个山坡上点穴的话，就是非常棒啊。在东边这里点穴的话就非常棒，东边这里点穴就非常棒啊，一点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西边点在这里，这不是水吗？那东边一点穴，这边西边，西边就是水，对，西北也见水，西北，西南，南边等等的地方都可以用上，都可以用上，所以说一定要懂得这个理论，才能够好好的把握住。好的，不要老是说我就挑一个丁财两旺的朝向，他这个朝向是丁财两旺，不仅仅风水它是一个系统，你不能够光注重啊，你不能够光注重啊一个罗盘的数据就能够判断这个风水。因为风水它简单来讲，它就分峦头和理气两大类，峦头跟理气要配合起来。首先峦头是最重要的，峦头一定要配合，理气配合的话就是发财发富很快，理气还不配合的话可能要过多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会发富。这点呢这个沙水的一个用沙，用沙，这点请记住。OK 没？这个能不能听得懂？能听懂的话，我就开始讲案例了啊。能听懂的话，请打个一。好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点穴这一块教会大家，不能去到现场都不会看，那就多看一些图有好处。你看这一幅图，首先你点穴的时候，首先寻龙嘛。其实它这个点穴，它的好处在哪？
首先记住，我们抛开一些复杂的理论，什么龙脉龙气呀，我们把龙脉、龙气当成什么？三级呀。当成三级来考，也就是说，你点穴地方一定要顺着这条龙脉，顺着这个山的走势来点穴。顺着山的走势。这点很重要。很多时候你看啊，人家这样来点穴，它有什么好处？你看到没？人家是沿着整个山脊过来的，沿着整个山脊过来的，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啊，你们认真看，人家沿着是整个山脊过来。那看得更清楚了，这个是不是？你要沿着整个山脊来点穴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沿着整个山脊来点穴，你们看那些明清王陵，明清上陵，很多皇陵他也是沿着这个山脊来点穴，基本上。气从我脑后来，我就基本上进不来，对，进不来朝向，很少说我反过来朝的，没有的啊。所谓的什么奇龙阁那些，它也是沿着这个山脊来。第二点的话呢，它还是注重视线，还是注重这个视。因为最基础的这个东西，它还是没变一定要有靠山玄武、青龙白虎、前方朱雀，你得看破，你认真看一下。第一，它是不是有靠山？它只要是沿着这个山脊沿着这个山脊来点穴，它就绝对有靠山。你不沿着山脊来点穴的话，你就没有靠山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青龙的话，你要看整体的地形。比如说左边青龙，你看起来是不是比右边要高？你看远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左边的地形地貌是比右边的要高。我们先不要管长短，我们先不要管长短，最起码。在大自然里，地势左边右边，一些的，明白吗？地势一定要左边右边。你先看，你感受一下这个点穴作品。你感受一下，第一个是不是沿着山脊的地方走？第二个是不是沿着山脊的地方就会有靠山？第二个是不是整个地形地貌是左边比右？因为书本上就会说什么青龙很多层，那个管它呢，你碰到这种地方就是很多层了，你碰不到的地方你只要是右边比青龙比左边青龙比白虎高就。这种是左边青龙层层叠嶂，书上这么讲的，再看点的这个穴位，看前面是不是很开阔？还有前面是很开阔的，看到吗？这就是前面你看，
这个就所谓的光索重重啊啊！你看到这些是不是光索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这三峰，这就光索重重了、啊。光索重重长这个样子，你把穴位点在这里啊，这个朝山、暗山，就是层峦叠嶂。这个你看，如果有水的话，这个水不见得，都是九曲之水。反正你前面如果有水的话，就证明有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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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山那个山那个山，浅崖交错。那这个山那个山，这个山那个山，浅崖交错的怎么办？不就光索？从这个水流弯弯曲曲，不就因为它光索重重才会弯弯曲曲吗？如果就两座山，还不是这样交的，是这么分开的，那水就飞过来了。所以说你点穴点在这，就这两座山。那个所谓的直来直去是这个意思、啊、所以很多书上都说光索重重光索重重，那怎么看光索重重？不要这样看，现在懂多看一些啊，不要老是看那些所谓的看点的穴不在这里啊，朝向不就朝向这里啊，你看这些不是暗伤吗？对对，就被潮山吗？啊，潮山还是这种平的山，是不是土形山？土形山又不是仓库，不叫库啊？你看这些山，所以你站在这里看，是看得很远，对不对？看得很远的，所以说一定要懂得去看。那么从这幅图你能看出来啊，四象的理论，四象的理论重要，还有三级这个重要，顺着山的走势来变去，注重四象。认真看看 ，O 不 OK？OK，、OK? OK, 他打个 OK， 我看有多少人在听课啊，打个 OK， 看到没？你认真多看两眼，感受一下啊。一个三级的理论，顺着三级点穴，一个呢注重四象啊，嗯 ，OK 的话打个 OK， 看有多少同学在听啊，看看这个朱雀方多好，等等等等，啊，侧面看。当然很多时候啊，你去点穴的时候，它不可能刚好就没有树长的啊，这个就是后面把一些树给弄了，把一些树给把地给平了。好，第三点也很重要，沙水。在大自然里面的沙水里面，沙代表山峰，水代表河流道路，但也并非全部无形。请记住一句话，高一寸为沙，低一寸为水。高一寸为沙，低一寸为水，这个也很重要。高一寸为，请做笔记，高一寸为沙，低一寸为水，这个。那么什么叫高一寸低一寸？就比如说你点一个穴在这里，你站在这个穴位上，站在这个穴位上你来观察，如果这边比我站的地方要高，它就属于沙；如果那一边比我站的地方要矮，它就属于水。这点请记住，记住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沙水认真的给比如说一般我们做坟呢，如果我们一般做坟，你看我把坟一点到这个地方，点到哪里？点到这里，
是这样坐向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得看一看，左边总体来讲高不高，右边总体来讲低不低。你看，如果左边高的话，是不是东边、东南边是山？是不是？东边、东南方是山。总体来讲呢，这一块矮一些，只有在西南方有一个比我高的山。因为前面呢很开阔，更远的地方有些山峰比我们高，我们就会动，后面又有靠山，所以一般你点穴啊，如果点的是坐北朝南的穴，也要考虑这一点。因为在东北啊还有北方啊，很多人呢，很多师傅呢，他会点什么穴，坐东南朝西北，啊不是，在平原地区，很多人会点穴，坐西北朝东，因为这平原地区啊，叫坐虚向实，坐虚向实，坐虚向实，它一定要坐空，因为总体来看，这里呢。没有靠山，远一点的山，前面有更近的山峰，但这个山峰也离得比较远，也离得比较平原地区。总体来讲，这边呢还算高的，这边的话呢算低的，接下来看也是属于这个沙水的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，非常重要的，要抓住这一点啊。所以说，你不管是做西北朝东，做东南朝西北，记住用这个方法看东南西北八个方向，是否相对来讲比你点穴的相对的高一点吧，矮一点吧，比你这个地方，你站在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你站在这里，比如说啊，看这里，比如说你站在这里，站在这里，总体来看，站在这里，打罗盘，八个方位，这个方位是不是比你高？这个方位也是这样，就很容易的看。当然太远的地方的话，我们是不看。太远的地方又一般都是坐于朝上，如果太远的地方才有隆起，那就不算是青龙山。啊，青龙一定要靠我们近一点，那玄武就靠我们近。啊，然后呢，白虎方的山峰啊，又离我们远。然后山峰比较矮，相对来讲，啊，相对来讲要矮一些，就更好。这个意思，一定要相对来讲。比如说东和西，啊，就这个意思呢。东高，西低。北高南低，东南高西南低，东南高西北低，啊，西南高东北低，能够符合这个理论的话呢，基本上呢。再加上这个四象整体来看，左边高右边前面有靠外面开阔，就不错。点穴有很多种，
方法，有些方法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，再看一看啊，再看一眼啊，从这个穴里你就可以看到，第一个点穴，你的沿着伤及的地方点，第二个要注重四象啊，再结合这个啊，再结合这个杀水的理论，基本上能够点到穴。那么这个穴位啊，为什么调在这里？一般点穴的地方啊，一般点穴的地方，它在这个络叉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里就是，它可能在络叉地方有一小块，这个不是人工出来的，不是人工，它肯定有个平整，这个平整的地方呢，我经我的经验呢，最起码有多少公分？看，有这个六十公分，不到一米，六十公分，你看他这个也是这样的。不是画圈这里，画圈这里是木啊，木的前方刚好有一点点平整，看有没有再看得更清楚，就看得更清楚。你看刚好有一点点平整的地方啊，这些不是啊，这些是挖出来的，就这个刚好平整啊，你抓住这一点也就差不多了，把这个穴点好，看有点平整。这个平整的地方啊，它一般都是说有唇，在这个说，说风水这个沿着阴宅风水确实有点，在书本上它就说唇，就是我不讲出来，你这真的好搞的，唇的意思就是说你在。墓碑前面呢，刚好有一点点，大概五六十公分左右，这么宽度，太窄不算，这么窄不算，最起码能够站得了一个人呢，这么窄，一个人的宽度，大概就五十公分，这个刚好有一块平整，这就纯。要有什么虾酥这些，虚，也就是说有些虾虚是什么？这个的意思是呢，我把这个擦掉了。刚才讲到纯是什么？纯的是一个小伤包过了，又过了，又不管，或者说他就这么走，对，他就是纯的就是呢，在这个位置啊，它总有一点点平的地方，大概五十公分左右，这叫纯。因为呢是把这个穴点到这个地方，不是点到纯这里，纯过来，这是第一个。家书上面，本来我这里是青龙有白虎，这个大山头，家书的是呢有一条，就靠近你墓地的地方也是一样，这里是高一点，这里是矮一点，就刚好有个有条拱起来的小路，拱起来的小土或者一块石头，或者拱起来的小土，反正你觉得这边的地。这边高，因为它本来块地就这样嘛，你这里高，就一路提下来，这里一路就过来，而且外面这个高，里面这个低，它也是一样的，一路
但总体来讲，主编还是比较多，就是。啊，这个虾书和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穴的依据。除了你去研究这个三级的，你去研究这个三级的，注重这个事项啊，那也注重这个沙水理论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这条线上，啊，在这条线上，对不对？这条线都是点穴的地方。对的，我是研究这个三级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条线上都是点穴，到底点哪？所以一定要有纯突出来，刚好有点平面，就是这个。啊，很多理论都是这么来的，也讲的复杂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案例。我们再看刚才这个，看啊，这不就瞎书吗？刚才你看的这么大的，就是所谓的青龙，这么大的就是所谓的青龙啊，白虎。那这些小的不就是？再来啊。啊，这些小一点的凸起的地方不就瞎疏了？啊，就这个瞎疏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啊，一个道观。啊，你看这个道观，这近看的这个道观，三清观。你看人家这些道观啊，这个后来建的一个会所啊，这个会所也很会建。啊，这些道观的后面啊，这个会所就在道观的后面啊，把道观做成它的后山啊，可以去游玩。啊，所以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。他点的这个穴位也还算可以的，但就不是说没有道观这么好。啊，所以你懂得点穴呢，啊，又懂得点穴呢。那你有没有发现你从这个道观来看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相就沿着山体，顺着山的走势来点穴。所以你要多看几个图啊，懂得画这些线啊，懂得就画这些线啊，你看就千里来龙啊，你要懂得去画这些线，你要把这几个高点找出来，把高点找出来，一个高点，两个高点，三个高点，四个高点，高点找出来之后才可以连得上，连上来之后就第一个连着三级数的三级的走势点穴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注重事项啊，来到这里，所以这边比这边高。左边比右边高，这四项啊，多看一会就懂了。你看，从侧面看，对不对？啊，从侧面看这个山，把这个高点、这个高点、这个高点连起来，要懂得连啊。但这个龙脉有可能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它是这么分支嘛，但有可能在实际当中，这边也分出一支，也是一样看，你要连接高点。把这个高处先连啊，你这样才看得准的啊，你不去连的话你就看不准啊，就从后面来拍的，你看像，你看这个朝向多好，对不对？这个朝向多好啊，外面你看这些高楼也可以做暗山，外面又有朝山，所以说你看人家都会点穴，他为什么不朝这里？朝这里肯定没有朝这里好，都会点，所以你不去现场看的话，啊，从正面排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还不得不佩服古人呢，啊。你看他在这里这座山，所以说这个酒店呢，他点的穴啊，就没有人家点的穴好。你看这个山门进来，哎，你看到没？这些地方，点在这里，这里没种树的时候很平坦，应该有个纯在这里，啊，纯应该在这里块，纯呢，应该在这里块，因为它的主殿在这里嘛，主殿才是，你看，这个是主殿嘛，玉皇嘛，啊，玉皇殿嘛，这是主殿嘛，主殿是点穴的地方，它前面肯定是比较平的。啊，肯定是比较平的，这是纯。
啊，你在那边看，一目了然了吧？对不对啊？多看一些，啊，多看一些，你就会看，多找一些。哎，现在网络上很多的，啊，在网络上很多种这种图，这种图的话，基本上看事项，它就没有，看事项它就基本上没有错，但分析理论分析的时候，他们经常写。乱写，故意写错的啊，我认为他并不是说他不懂数学，他故意写错的，把很多数据写错，啊，比如说水口在哪里啊，来龙在哪里，受限的，他故意写错的，把这几个东西都写错，所以你到外面看东西要小心点，但看这种来龙，看这种外部的环境，他没写错，徐老师好，在看阴宅时先天为命后天。先天为病，后天为命。先天不足就身体不好，后天不足运气不好，这个意思啊。上上这个啊，刚才呢讲了，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点穴的这样东西，一定要记住，点穴如果简单的来说就是这几种啊，人家三级注重事项，还有参考砂水的理论，再参考有没有纯。平地突出啊，家书有跟差不多，其他的所谓的什么水不水的话，会暂时不考虑它，慢慢再考。点穴是这样，先把这个穴点到了，你再琢磨这个水好不好，这个水不好，我就改了，改这个水，啊，或者说改这个朝向了，或者说我不要这个地方，换个地方。如果你觉得地方很好，那你就改朝向，反正这么多朝向。啊，正朝、侧朝，太极运这东西的话，其实你讲太极运呢，反而，怎么说呢？你就踏入了这个歧途，其实太极运其实也是我所说的瞎说的，所以点呢是在这里。首先，这个下书很常见，这一块凸起，这一块凸起，但整体来讲，这一块是凸的更多，这是一个看点。有后山，你肯定也是高太极运势，你看就是这个东西。就这个，对啊。太极运说白了就是这个，那个包起来，看起来，所以说你为什么说要误入歧途呢？你看这个是高，这也是高，这个相对来讲啊，你只要有了，这个不是看大的方位，不是看大的方向，是看基本上是10米啊，10米左右。多不多个20米，那10米，所以5米、3米左右的地方，你点的穴在这里。你用那个阴阳的砂水的理论，这边是不是高一点？对不对？这边矮一点，这边高一点，这边矮一点，这边是东嘛，南嘛，西嘛，那整个起来就看起来，这个能量是这么转的。首先，它这里高是往这里转，往低的走，低的走。这里呢是又是一个太极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又有个太极，这里是高一点的话，这里又低一点，也就是那个，就是刚才这个理，这里要沙，这里要沙，这里要水，这里要水，这里就一样的理，高一点，低一点，高一点。就这个，你看那个大概的地势，但很难看到。你不把那个草给铲了，不把那些树有些树给砍，看不到。就说没有必要那么去想，就这么来看，抓住这几点，基本上符合的这一点就有太极运，你不符合这一点就没有太极运。
你符合这一点，画出来你啊也是五色图，这就 OK， 好吧？那今天课程就到这里了啊，这堂课也是非常的重要啊，也是把我这么多年来现场考察的经验、看书的理解、我师父的教导都教给你，今天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和没经验的老师的区别，说你们是非常幸运的，在楚文易学跟着徐老师的学习非常幸运，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书了，我就知道哪些书好，哪些书不好，书上的理论也很复杂，讲得很晦涩，很懂，但我懂得从书本上应该拿什么东西给大家看，怎么讲大家才懂，然后结合我在现场看到的东西你教就可以，我这堂课非常重要，我希望同学们好好回去看一看，多点点赞啊，来打个一打个一，认为我讲得好打个一，快点，也有十几个人在直播间吧，打个一打个一，就你们三个人在打啊，就手机尾号3399，还有阿峰在打，其他同学啊阿 Q 也来啊。哎，还是你们三个人啊，如酒人生，都有六个的，还有呢，都六个，就六个人啊，还有呢，就六个人啊，很重要啊，去现场，书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，一样的，我也从书上学的，以后呢，把我的经验，把我理解教给你，你们现在在这里学到的，其实也算在书上学的。去现场看看，压声一下印象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对我许光明的支持。如果大家觉得徐老师讲课，多介绍朋友学习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